子，你是什么人？曹振叔。曹振叔，那小子是灵动，他屡次三番与我阴魁宗作对，而且还夺走了我宗的高等符魁。哦，不曾想老夫竟闭关一年，大皇军竟然变天了。曹长老，那小子不仅杀了我儿化宗，还重伤了我，请曹长老替我报仇。化骨长老，想不到你竟如此无用。那小子确实有点实力，我阴魁宗养着你这种废人有何用？曹长老，这是何意？既然你已无用，不如将精神力献于我，我自会替你报仇。放开我！这赵宗主放心，那小子就交由老夫处置便是。这次林动可是凶多吉少了。半步造化境，我想试试到底有多强。哼，可别怪刁爷没提醒你。小严，你退下吧。小子，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。虽说那小子靠着强化肉体的功法能够与曹真对抗，但早期技与半步造化境之间的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儿。人精之力，轻轻竟能凝结出精神之火。曹长老过奖了，要对付你这等强者自然是要留一些底牌的。哼，你以为靠着精神之火就能战胜老夫吗？大荒求天指。
是一指求天定。